谁制的蜡？给你躯体，是谁点的火？点着灵魂。林华军。日本人竟然公然在我们的国土上，今天又炸我们学校，而且他们真的还要炸我们的国土，什么时候能落到日本大人践踏的？国家兴亡，民不聊生。我们要为国家，为民歌唱。一代彷徨，一座城邦。我们的教育项目不能断。中国不是八旗，因为在中国，永远没有最后一个。